在继江栋梁丢搞同手同脚之后，微笑 Pasta 的 Gino 也不甘示弱的发生了游民发臭事件簿。真的很臭，那你要不要出钱？倒出一半。人臭不是病臭起来咬人命，到底什么东西把江栋梁吓坏了呢？兄弟在亲也不会信任。也对啊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害他！好强啊，手放大！我手放大！我手放大！你的皮手套有没有洗过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要怪我一下。 三个月了，没洗过。我看嘛，栋梁跟金牛相处很久。好，我自己控制那个距离。有，这个真的有，这样就有了。你以为是化学？感觉好像在买香水的，你有没有？好了，不要，这真的很臭，不要害众人。对，谢玲应该蛮想闻的去。哎，我其实真的，你要闻闻看我的鞋子吗？OK，交换，我想不会说你。哎，不是。不要逃过一劫，换我拍戏。发臭不止皮手套，还有不完的惩罚，发臭啊惩罚。我可不可以有别的惩罚代替？一定要闻。以上是完全娱乐，没做错事还要接受惩罚的独家报道。